点饭时间一肚子吃饿的话，这个餐厅服务态度特别好，这边一来就帮我把衣服挂边上。你看，是的，这边好多明星来到这里吃饭。是吗？对呀，在那边都有照片。像你这样的吗？有什么好吃的吗？有特色的？这边好吃的特别多，等一下我给你介绍一下。这冰淇淋，这边是喝的东西，还有这个伏特加，我爸肯定要喝伏特加。说实话，我现在也恨不得喝两百克，因为我就冷，有点冷是吧？对呀、啊，所以你们知道了为什么俄罗斯人就喝酒的人特别多呢？是因为这边特别冷，而且特别就是湿冷，一喝200克你就爽了。小牛肉是吧？对、啊、感觉不错。你吃吗？小牛肉比较嫩呢，跟你一样。小牛脸上的肉呢？脸上的肉比较贵的，780卢。啊，面子比较没那么大是吧？对。这不是骨髓吗？对啊。俄罗斯人吃骨髓吗？吃骨髓，我爸爸特别喜欢吃骨髓。我也很喜欢吃啊。是吧？对啊。巧了。评论区喜欢吃。不像一家人，不进一家门啊。对啊，评论区喜欢吃骨髓的朋友。对。我靠，这边的服务员都好漂亮啊！我的天哪。再洗吧。嗯，我不知道。嗯，是的。那是吗？这边美女真好看。就是。我觉得像不熟悉。嗯哼，可惜没有去。另外一件。他们送的。这个饮料好好喝，也是舒美做的。马黑的。马黑的太软了。所以说莫吉托不一定是绿色的。对呀、啊，这种马吉托也蛮好喝的。你看这个圆的是啥？这个圆的。嗯。哎，奶酪吗？不是，这个是黄油。感觉很好吃的样子。对，给你尝一下。这个黄油太夸张了，那倒是。嗯。吃下去就像奶酪那种感觉一样，是吧？比奶酪还要香，非常的润滑，就像我们的爱情一样。多吃一点。嗯，这个是真的好吃啊！这个是鸡汤，还有一个什么东西？还有一个格鲁巴。这个碗都是他们手工的，你看。对，这个都是这种俄罗斯这种传统的风格，非常喜欢。我也很喜欢。对，俄罗斯传统的女人我也喜欢。都是中等那种，是可以结实。建议大家过来体验一下。你们说干杯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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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杯。说干就干了。嗯。这个拿破仑。吃一个拿破仑，一看就很拿破仑呢。特别干净，特别好吃。又来了一份面包，对，有了，实在是太好吃了。牛奶会有的，面包也会有的。哎呀，面包已经有了。我不会喝酒，从来不喝酒。嗯，喝的是都是饮料，都是小朋友喝的东西。当着你爸爸的面，你不敢喝是吧？我不是不敢喝，我不是过敏吗？这边连端餐的服务员都这么好看，你们还不能旅游啊？就是，我就想不通啊，都长得那么漂亮，怎么都在这边当服务员呢？是不是俄罗斯美女太多了？太多了，太多了。你们美术学院不是更多，还不穿？哎，不说了。哎，不能说，不能说。旅游胜地，美术学院。骨髓来了，看看这俄罗斯吃法，这个绿色啥玩意儿？韭菜花吗？这绿色什么来着？反正是一种酱，我也不知道怎么翻译的。我没听清，刚才没听说过。然后这个是一个番茄，像番茄酱一样家里自己做的。这个黑色的什么玩意儿？这个黑色的是盐，应该要就是把它这样就是增加点风味是吧？对。太香了。刚查了一下，这是叫 pesto， 这个绿色的酱是吧？对，意大利的一种酱，反正是。来，给你尝一下。嗯，那外面烤脆了。
烤脆了，是不是很好吃？不加这种调料也蛮好吃的。对，那就跟咱中国的一样了，只不过这根骨头要卖70-80块钱吧。70-80块钱很贵的，我不知道中国多少钱。中国谁敢有个胆子把一根骨髓卖70-80块钱？70块钱，被我跟爸爸两人一人一口。对啊，两秒钟消灭。没有办法。出来旅游就是这个样子。出来旅游本来很贵的。哦呦，好大一份土豆泥！你这个是什么做的？感觉好好吃。这个是一种肉馅饼，是吧？肉馅饼。肉馅饼，对。嗯、然后他们的这个是土豆泥饺子，啊，爸爸的跟你的一样的是都是那个小牛肉。小牛肉，对呀、啊。它是一整块牛排啊。对，它是牛排吗？跟土豆一起，薄薄的。你的是跟蘑菇一起做的，蘑菇酱就是一个菜，这个主食。小黄瓜一定要有小黄瓜，对。对对对，嗯、这红菜啊，这个。对，我这个可以吃吗？你反正不吃。你吃，我吃。谢谢。我尝一口这个土豆泥啊。它里面是加鸡汤的吗？这个。对的。特别鲜。黄油，黄油。啊、嗯。现在我们再尝一口这个小牛肉。这个小牛肉要跟那个一起吃的。就着这个一起。对，你尝一下。嗯。比你还要嫩，这个小牛肉，就黏黏的，粘在牙齿上面，特别爽。妈妈，听不懂。彼得堡的秋天。又摘了。非常适合谈恋爱。我又摘了一个苹果，小苹果。你是我的小野小苹果。这是野苹果，吃了会变野的。都是我种。眼睛好好看啊，这个烈焰红唇的。因为人家说我评论区说我就不化妆了啥的。化妆太好看，怕有太多人喜欢你。本来有很多人喜欢我。很多人以为你在中国人眼中是漂亮的，其实你在。我知道我在俄罗斯眼中也很漂亮。对，老毛子们都很喜欢你的。对，我每次做路的时候，好多人就是这样。准备回莫斯科了？是的，准备回莫斯科了，再检查一下。走吧。谁让我去找个喝咖啡的地方？哎呀，彼得堡的早晨真的是太美了。老公，老公，你们要快点啊！在哪里？看不见。喝完了，他东西吃不下，这个说不好吃，然后真不好吃，咸的。咸的本来就咸的。每个柱子这个114吨。哎呀，你们看一下，这不是要命吗？这。对，我就怕手机掉了，其他倒没什么。